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场女子拳赛，对阵双方是鄂美蝶和来自日本的大兵方美。32岁的鄂美蝶来自辽宁，是现役国家队队员。她是一位在擂台上有着极具特色的选手，极佳的观赏性，有女版波球的称号。开场不久，鄂美蝶毫不留情的将炮火轰向对手。33岁的东瀛魔女大兵方美难以招架。第二回合，在一连串的拳腿过后，鄂美蝶以一个天外飞仙般的飞踢正中大兵方美的下颚 ，KO 获胜，实在是太经典了。好了，感谢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